食材化为内馅儿，再包进大馄饨皮里面，以烧麦的形式呈现，光看啊就让人是心花朵朵开了。清脆的海苔片再卷入低热量寒天，给身体无负担的清爽感。年轻的时候呢，就从事海产业的玉丽师姐，赚了钱却坏了身体，现在呢提供场地当做环保站，生活就过得简单又知足了。新时代天空的人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多才多艺做人够阿萨利耶，叫做张太太翁玉丽师姐。你好，嗨，郑师姐好。哎呦，叫姐的张太太就干嘞。哎呦，你跟你们家的阿娜达哈两个一起同心推速做环保，对不对？哎，夫妻这样子好恩爱哟、哦。好幸福哦！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哎呦，哦，有几岁了，还笑得跟少女一样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玉丽师姐哈，她做人真的很阿萨里，人家说请你帮忙，你都讲 OK， 是不是？对，好，这样子就广结善缘嘛，对吧？好，那今天呢，你也是呢，要来跟大家广结善缘。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你推素的过程，跟你们家的师兄怎么样做环保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好吃的这个料理告诉我们大家。请问，你要做什么料理？第一道就是。第一道，嗯，花开富贵。好，花开富贵。哦，都参照你赶快，花开富贵。好，哥，第二道。第二道。好，寒天手卷。哇、哦，还寒天手卷，好，你看。这到底是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呢？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。花开富贵，材料有碧琪四粒、红萝卜一条、馄饨皮十二张、蛋两颗、素火腿四片、香菇六朵、素羊肉六块、金针菇一小把、青豆仁适量、玉米粒适量、枸杞适量。调味料有白胡椒一小匙、酱油一小匙、地瓜粉适量、太白粉适量。好，第一道花开富贵，怎么开花来？嘿，先要拿一个大碗给你。好，这来呢，这是这一个素羊肉哦，就是香菇头，已经有调过味的香菇头哈、嗯哦，把它剥好，剥好一丝一丝的，好、嗯。啊，这么个鸡，鸡的鸡的炖下来。好、哦，这都是胡萝卜也给它切碎碎的，对对。好，啊，这个、哦、这个素素火腿，好、哦，都把这些材料哦。都切得细细的、啊、这个是香菇，香菇也是切细细哦、嗯、啊，这个麦子，麦子好，麦子就要切一切，麦子也是啊，如果没有麦子有挂机也可以、嗯、就是要给它脆脆的感觉，对不对、嗯、对，听说现在是你们早上教你煮那个素食料理哦，本来阮是拢家己，原来拢食素食啦。哈，啊，我是拢煮伊着较平常诶啦。哦，比较家常一些。啊，即代是阮查某囝转来，从啊教阮煮这啦，啊煮阮食啦。伊是安怎？伊会晓？他比我早出世啦。哈？啊，他很会煮啦。你女儿？女儿在台北啊，在那个松山呐、啊。他是在哪里？他为什么很早就比你早吃素？年轻人，他是去认识那个鱼贯道啊。哦，那就一定要推动素食。对啊，啊对啊，他们都吃素啊。哦、你当初你早跟他讲素食的时阵，你敢无意见？我一直那都开反对呀。是安怎你敢反对？我的头啊是讲伊去，我只是希望伊讲出自啦。
啊，伊去。你是希望伊去参加慈济？有啊。那你是反对是讲，不同的没有照妈妈的意思是哈？对呀、啊。但是不是反对伊假寿喜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就是嗯，尾啊吼，阮都拢随缘啦啦，我都家族在，我都随缘啦。哦哦，哎，反而对啊，哎，反而真的有意思呢，哈。对呀、啊。这个啊，怎么怎么这吼，南极瓜就是。南极瓜什么？胡椒。白胡椒。白胡椒嘿。啊，过来的是这个。什么？这个是那个。玉米粉吗？不是。那个太白粉哦，这是康太白粉。太白粉，这是用机外啦吼，咱今日都做那个线的。啊，这一个含脂粉啊。哦，太白粉。含脂粉。加嘛含脂粉。哦，金针菇啦。金针菇。金针菇还要切一切啦，给它切细细的放下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我把这个水稍微关一下。哎，你刚刚师姐，你刚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哦，因为你。后来参加慈济之后，你反而学习放下，不会再去跟他有这样子的好像反对了。对，是为什么参加慈济反而可以放得开？我就想，我就是讲一切随缘呐。哦，反而懂得学随缘哦。哦，对。哎，你看，真的很奇妙。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，他女儿的芝麻都拢教我拢有在等啊，有在教我拢安尼沟通做伙。我是赶快嘛，以前那拢买等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妈妈反对呀、啊，妈妈哎，所以妈妈没有赞成，所以孩子们其实你们彼此是对立的啊，对不？反而害得他都不想回来呀。对啊，对。好啦，你看我们现在做母亲的、做父母的，还是要懂得要尊重小孩子，因为他做的又不是不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尊重他，反而大家哎互相还可以交流啊，哈。对，你看。他教你做数，啊，伊也唔回来啊，啊，阮都，我妈无去啊，啊，我买我都去啊，去甲看，啊，他们都轻松热心的啊，对伊足好个，啊，都足疼的。啊，你嘛放心吗？对，啊，这么来就是，这是烧起来咯，啊，用苏拉水清水，清水，一滴啊都好啊，温清，真是，这个再加一滴这么水哈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哈。对哦，要用大的那个馄饨皮呢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说、哦、如果孩子、哦、跟我们在那个跟我们的期待有一些不一样，他要选择他自己的一个方向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急着反对，对、啊、先去了解。有啊，一种那个拢无，我那拢无了解啊。哦，就是结果反而变成亲子感情变不好了。对、啊。对不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所以我们。大家学习，先去了解，了解发觉，哎、欸，说不定孩子真的很好啊。那现在你们两个，现在你们反而变成互相交流，互相彼此学习了、喔。哎、欸，对对。哦，你看，而且还感情更好了。怎么安尼做，改不到一蕊啦？那就会吼。是不是安尼改一边边？只边边，就是只用那个温水干，不是这个能包外，包家的哦，包家。哦，这个。这个大的地方不要包，是包边边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安尼用只细粒。哦，它有那个花朵，放花瓣。对对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包唔到，包唔到。啊，这个等我改去困嘞。啊，这么咱再来包胶。咱就是豆啊，加下一粒，啊，玉米两粒。一粒玉米两粒，枸杞一粒。枸杞一粒。你。好，你搁包一粒我看看，看卖好不？好，再来包一个。我现在才了解，原来是边边黏。哦，安尼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就是那个花不要开太大。你只安尼，只要我甲叠一个，叠一个安一等，伊个挖来。哦，像个口袋一样，上面小，底下胖。哎，对。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再把它这样子，一颗豆子，一颗。两颗玉米，哈、哦，安尼，啊，搁一个什么？啊，就豆啊，吼、哦。豆啊，吼、哦。豆啊，玉米。嘿。哦，这跟那放嘎嘎酒呢。我们要不要给大家看一看那个蒸好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噔噔，哦，好漂亮，好可爱。吃吃看，吃吃看，吃吃看，吃吃看。等一下，再起来，等一下再来吃。
我们现在来做个寒天手卷。好，好，来，寒天手卷，材料有海苔四张，红萝卜二分之一根，小黄瓜一条，蒟蒻条半碗，黑木耳适量，太白粉适量，调味料有沙拉适量，芥末适量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寒天手卷要怎么做呢？哎，那个这个小黄瓜，切丝，然后这个木耳已经切好了。它煮那个水是要烫什么？烫木耳跟那个这个红萝卜。红萝卜，对呀。好，红萝卜也是切丝哈。切丝，这样子慢慢切。听说 你们家师兄他还把那个他自己以前买的一块土地说拿来捐出来，对啊，部分做那个什么环保站，做环保站啊。他上人上人有去两次啊。他真的在哪里啊？在盐水啊。在盐水啊。哦，盐水哦，就是有风炮那个地方哦。好，现在要把这个带下去。好，来，好，我来。哦，他把那一块，他为什么当时会想要说把那块地拿来捐起来做那个？因为那个时候新营没有嘛，新营没有嘿。哎呀，阿总，我们遐一块地都足侪公家，阿总啊讲啊无来遐，无拢伫遐发臭啊。哦。阿总啊来遐用啊。干脆大家去那边用。有有有。啊，听说本来是一小块，啊，结果越用越大块，是不是？啊。啊，都因为新芽啊、白荷里芽啊，啊，个白荷都栽在遐啊。哦，全部集中在那边。对啊。哦，结果他那边还后来又整理得很好，是不是？对对。有啊。哦，怎么这么好？所以你看，夫妻两个人一起这样。啊，足侪人做的啦，打工家啊，你打呢，全部自己刚出钱呀。哦，是。他们出钱、啊，大菩萨环保志工出钱，对，然后师兄出一块土地，哈，对。但是你们现在就是不但一起做环保，还要一起推素食哦。对，我以前就是杀生啊。条公立以前是做的那个行业，是叫做海产。对，海产做海产。做海产是做什么？是淘。做海产的批发吗？对，给那个厨师用的。一天杀很多哦，你们还要自己处理吗？对，啊，你们去渔，等于说去渔港批回来自己处理。去大尾提啊，去大尾提来，啊，处理好。我过来。处理好。来，这最好哩。一滴啊，都啊，我都要要用一甩，伊就好。安尼好。啊，平时啊，来，这是太白粉加一点点水，然后为什么还要加一点热水？安尼开锅啊。太看看过来哦，怎么的可啊？哎，啊，那有的可啊，有啊。直接用热开水把它调成像那个壶。啊，那个铁锅工，我来调节。好，这些都把它混在一起就好了。对。啊。所以工地不能临时做你的海产，等于算中盘一样，然后再处理好自己杀自己弄好再卖，再批给厨师。对，那个每天都要出很多货哎，哈。啊，赚足侪钱，个拢无去啊。哎呦，奇怪。啊，杀生做本来都是作业吧，造业啊。啊，你什么时候？有悟到这个道理，本来应该不会了解，对吧？对，我头下是我那不爱，我不爱吃卖，不爱做。你本来就想讲不爱卖啊？嗯，我想要爱要做的。因为你是先怎，当时你就讲不爱卖。我因为我就反对，我咧卖水果啊，我想要爱要卖啊。哦，因为迄个赚较济嘛，对吧？啊，较好赚。较好赚，啊，是安怎你不爱卖？啊，台湾会惊啊！哦，你本来你就是要家己帮忙，嗯，你家己帮忙，你家己台湾惊啊，是吗？阮孙仔即马就是看到一本杂志啊，嘿，啊，咱底下
等下咧讲啊，我总啊来就会员啦。哦，就那个时候开始接触。对啊。接触。他来招啊，我嘛唔知是啥物人，我唔捌看呀。只是看到那一本杂志，认同师父救人就对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那样子接触下来，有了解迄个杀生的业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你看这个也都是，圣灵是有好姻缘呢。对啊，都是。有些人还不一定可以有这个机会哈。对啊。哦，所以哦，这样。就是安尼嘛。对啊，这样包起来。这个哈，一定要现包现吃。对啊，对。但是因为亚洲迄个海苔会脆掉，对，软起，所以。叫做马上包要马上吃，对对，你也吃好嘛，啊，你先吃哦，吃看看嘛，可能料不够。嗯，哇，上面人味道很浓哎，有吗？嗯，好，这个就是要可以现包现吃，对，把这里的材料传后，然后呢，想吃的时候呢，自己动手包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很好。我们好，刚刚你看，刚刚很好吃哦，手码很特别哦，然后再来这个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怎么那么棒啊？哦，我问了一件事情哎，嗯，我还没吃手码哎，嗯，好，这个手码，我大概真正是花开富贵哈，水果啊，嗯，哦，好大一个手码。嗯，哎，还真的很好吃，好吃。嗯，真谢谢你的女儿教你，我也感恩她。嗯，所以说这样子的因缘，我们应该要了解，才会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感恩你，也祝福你哦。很感恩。花开富贵，做法是取大碗，放入素羊肉丁、红萝卜丁、素火腿丁。香菇丁、碧琪丁，再加入白胡椒、太白粉、地瓜粉、金针菇丁、蛋，用长块拌匀，就成为内馅来备用。馄饨皮加入内馅，包起来之后沾少许的清水固定，放上青豆仁、玉米粒、枸杞配色。接着再放入蒸笼蒸约20分钟就可以了。寒天手卷做法是小黄瓜切丝、红萝卜丝、黑木耳丝，穿烫之后备用。取大碗放入木耳丝、红萝卜丝、小黄瓜丝、蒟蒻条、沙拉、芥末，用长筷子拌匀，就成为馅料来备用。将海苔铺平，放上适量的馅料之后卷起，沾些太白粉水固定就可以了。来到了历史古城台南，随处可见满布岁月痕迹的建筑啊，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吃一点古早的味道，哎，那你可不能错过哦，这个在庙前榕树下开了一甲子的菜帐的。我70年接任了，今年102年了，31年了，传承到了第二代，民国30多年，老郑的阿爸就已经在这儿卖粽子了，并且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跟观察，那个时候有绑很多种粽子出来卖，那可是因为我们只卖早餐，那早餐大部分台湾人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，其他这种味道哈，接受度比较没那么高。最后就只卖这一位菜脏。然而简单的东西要做的美味并不容易呀、啊。但老郑传承的不仅是勾杂米的做法，还有那一份对菜脏的坚持。早期没有什么人工的添加东西嘛，那时候没有花米这种东西嘛，所以在地的东西是用在地的食材，包括早期我们台南市这个地方附近就有产米、产花生，啊，酱油膏、辣椒，啊，香菜、叶子，通通是这附近的。
对啊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做法啊，到现在我都一直没有改变。唯一不同的是啊，他透过多家厂商比较，选用优质的食材，因为要顾好品质，才不会让阿爸的味道啊糟进去。我们什么事都是亲力亲为，我们自己做，自己绑，自己卖，啊，自己进货，自己去监控品质，一切都自己来，这个是最有办法、最有效的掌控品质的方式。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味道一直传承下去。老郑说啊，北部粽是用竹叶包的，而南部菜粽使用的则是月桃叶。月桃叶哈、哦、本身就会有一种照顾肠胃的那种那个效果，所以哈、哦、一定要用那个月桃叶绑那个花生粽，这样比较不会伤胃，也比较好吃。接着是浸泡糯米跟花生，有的店家为了要煮出软嫩口感哦，花生会泡过碱或苏打粉，但是老郑他坚持只泡清水啦。宁愿啊要多花些时间成本来蒸煮，而糯米也是得经过挑选的。糯米是一定是要一年以内，不要说太久，因为太久的话那糯米哈就比较没有那种 Q 度，比较新的米的话就会太软又不好吃，所以一定是要一年内的那个米会比较适合啊，口感也比较好一点。手脚利落的绑好一颗颗菜掌之后呢，还得要经过长时间的蒸煮才能开动。晚上十点就开始煮啊，然后煮到隔天早上的四点的时候，我们是真的是煮很久，花很长的时间煮的，要让它一直滚，不能让它断火就对了。花生会比较软 Q， 比较好吃。粒粒饱满的长糯米和软硬适中的头导林，搭配甜辣酱跟香菜，哦，咬上一口，糯米的 Q 还有头导林跟月桃叶的香融合在嘴里，奏出美妙的旋律。不加花生粉的传统，更能够感受天然的菜脏米，让人是超级满足。我在吃第一口感受到那个一股应该是叶子的清香吧，我觉得这股香味非常的特别。就是从第一口吃下去的，哇，这个叶子的清香搭配上粽子的感觉，非常的清爽又爽口这样子。花生 的口感跟糯米的那个口感都很棒，然后另外再搭配它的酱料，然后也就整个就会很特别好吃。爸爸以前带我们来吃过，所以有那个小时候的味道。它没有加花生粉，就是比较有天然的那个月桃叶的香味，跟台南其他一些的粽子就不太一样。你那一个豆腐加粽子，你阿妈煲过来就不好，别人无肉无人食。爹老镇的菜长来的呀，看见了坚持，也包进了人情味，就如同这有历史味道的古城台南，每咬下一口都能够引出他对阿爸的怀念。这样的锅渣米，希望能够让每位来店的顾客都能够感受得到。